我是花痴小妹，本期啊继续为大家带来一期鸡尾酒，来来来，噔噔，哇哈，这一期的可比上一期的要大得多了哟。上一期有朋友说他们没看够，还想再看一期，所以啊，看今儿个我就带来了，蓝色的，漂亮吧，蓝蓝的天空。嘿嘿，太美了！一会儿啊，我们要把那个充气糖果放进去，看它的反应。嘿嘿，噔噔，来一颗！哇哦，本期的瓶子可比上一期要大得多呢。那我觉得放一颗好像还不够，应该放两颗才行。这个瓶子啊，简直就像上一期的爸爸呢，有没有？先放一颗，哇哦，你看，放进去就有反应了，太迅速了。再来一颗，叮咚，哇哦，燃烧吧，翻滚吧，我还是先尝一点，味儿还是那个味儿，只是气儿还没上来。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一下。再挑个紫色的。同样也是放两颗进去。这个紫色的呀，感觉有点像葡萄酒的味道。嗯，好酸呀！接下来开始我的表演了。哎，我要调酒。哎呦呦，天哪，这盖是没盖紧吗？水滴子到处飞，好像漏气儿。嗯，哇哦！快看，这颜色都变了，变得漂亮的不少呢。你的酒调好了吗？调好了。来，给我搞一杯。好嘞。开。哎呦。别着急，还有呢。我再给你兑点蓝的，哇！我感觉这蓝的充气了之后也变得太好看了。嗯，哇，气儿好足啊！闻着，快看，这颜色好看吧？还要加一颗糖，这里面已经加过了，喝不喝吧？加糖好看点呐，别小气嘛。给你加一颗，哈哈，一会儿别把你喝醉了。哇，快看，它有反应了，太美了！接下来我要把这两罐混合到一起去。没想到啊，普普通通一根饮料居然有这么神奇的反应。还有一点，干脆全倒进去。啊！天哪！看这瓶口，冒着小气泡呢，像喷泉一般，看到没？哈哈。嗯，气儿太足，把我给呛到了，感觉好像是在喝摇过的雪碧，嘿嘿，你们能感觉到吧？来，干杯！啊，干，嘿嘿，你要干哦！啊啊，太酸了！嗯，我也感觉到了。啊，酸才得劲儿呀，酸才够味儿！嗨，这可是我亲手为你调配的哟，嘿嘿，这还有绿色和红色，还给你调出其他的颜色呢。
本期的这个鸡尾酒充气饮料，你们 get 到了吗？好喝、好玩还好看，高颜值的哟。嘿嘿，没事啊，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调上一调。呦呦呦呦呦，差点冒出来了。看这瓶口还冒泡呢，我还是来喝一口吧。哇哦！爽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充气鸡尾饮料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